你也可以变成魔术，这里有枚硬币，现在请你在上面做一个记号。好，画了一颗，打叉对吧？现在我要装在这个我们的白纸里面去，把它立起来。好，完全的隔开，好，再把它包起来。现在我把它连在这里面，留在这里，不会你还认可的时间范围之内。现在我来一下东西。好，现在把放桌子上，用这个红酒杯隔开，仔细看，打火机纸发生什么变化？打火机在杯子里面。好，当然还没完，请你把手伸出来。好，我把它点开，请你握住它。握好，不要动。好，看仔细，你的硬币还在里面。好，好，消失了，硬币去哪里了？知道吗？听一听，哎，打火机里面的东西，我看一下里面会是什么。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硬币？是的。好，来看一下是不是你做的记号。是的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叉叉对吧？对。神奇。神奇。